贤妃，还有淑嫔和庆常在，他们都是新人，你得空也跟他们说说话。你今天这身打扮也素净了一些，本宫当年赏给你跟贵妃的那对镯子，你怎么不戴了？ 莲花镯上的赤金丝松散了，臣妾送去修了。若是修好了，还是要天天戴着，那才是咱们前嫡姐妹的情分。那是自然。皇后娘娘的厚爱，臣妾是一日都不敢忘。